我怎么教育你的？人生中最危险的是什么？就是侥幸成功。行，刘星让你万圣受处分，是不是？你现在满意？现在满意了吧？你再敢影响我儿子的前程，我就对你不客气。淑玲，我告诉你，我一直在让着你呢，再这么说我也是爷们儿，你还真六亲不认了你？今天就六亲不认了。哎呀，人呐，那就这猛追。你看人裴淑玲。 陆老师，那就是猛追。那难道废话？哎，我记得你好像跟我说过，他是让一个男人给骗了。他出去啊之前，被一个男的强暴过，那个男的怕他泄密，就把他害成这样。谁不要脸了？你说啊！你蒙谁呢你？就你和那陆老师，就那小白脸，你们俩的事儿谁不知道啊？现在倒好了，变本加厉了，在人家过夜了你。说什么呢你？你说他气死人了，这孩子你说。你别着急，咱们四处看看。 没事儿，习惯就好了。我抽了，拿钱吧。敢上我们这抢钱？活腻了吧？这哪是抢啊，这我赢的。咱不说了吗？谁输了就给谁钱的。这谁输了算？干嘛呀？这谁输了算啊？哎，干什么？站住！啊！这都跟什么人混在一起？为什么不去上学？跟你有关系吗？王八蛋，跟我没关系，我是你妈。 你怎么想的？我怎么想的？凭什么跟你说呀？哎，你怎么跟老师说话呢？都疯了你！你对我有意见可以说，我哪个地方做的不对，咱们可以共同探讨。但是今天你的态度不对，我和你妈都是为你好，我们俩到现在是你们俩好吧？ 干什么？别动，我都想孩子，你打孩子！别动，打孩子！别动，打孩子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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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打
来人！我说你破鞋，你们两个奸夫淫妇！你说什么？你对不起我爸了，你对不起我爸！王八蛋你！竟然拿东西砸孩子，你的心也太狠了。还要狡辩，你这个人真不可理喻。跟我孙子远一点，走。伯父，伯父，老爷，老爷，老爷。
你怎么跟他妈说的？嗯，小畜生。爸，你别让焦三爷小畜生。就他那样，不是小畜生是什么呀？那小羊羔崽子还知道跪着喝奶呢。反正今天把我吓坏了，阿姨真是往死里打桑炎。该打，该往死里打。爸。他现在肯定伤心透了。谁呀？多吃点。我吃饱了，做作业去。爸，出去走走啊。我就知道你在这儿，儿子被爷爷奶奶带走了，家里不好待了吧？看笑话来了。你笑话我都看腻了，又瞪眼睛，瞪那么大干嘛呀？我知道你儿子委屈你了，你昨天晚上……你怎么知道的？你昨晚上睡他那儿了？我昨天晚上去医院了，我们俩把他姐送到医院，在那守了一晚上。他姐病重了。大炮，我现在才知道这个世上有比我更苦的人。陆老师和他姐的感情特别好，他都快崩溃了。看着他那么痛苦，我昨天真的不能走。你呀，表面上看你就是只母老虎，其实热心肠。我要早知道你这样，我就不生那么多嫌弃了。我瞎说什么呀你？冰姐给撞的，为什么撞鸡蛋知道吗？你一个我一个。你不吃啊？我吃，没吃饭吗？我哪吃得下呀。桑炎跟他爷爷奶奶走了，连件衣服都没拿。你说他晚上跟他奶奶睡觉能习惯吗？他都对你这样了，你想他干什么？废话，那是我儿子。儿孙自有儿孙福，你着这么大急也没用。再说了，那是他亲爷爷亲奶奶，能对他差了吗？听说是大学教授。嗯，那条件比你这儿好啊。那金窝银窝还不如自己的狗窝呢。有句老话说得好啊，只有恨父母的儿女，没有恨自己的爹娘。我能理解，当初我们冰姐小的时候冰姐他妈走了，晚上睡觉哇哇的哭，我是哄孩子哄一宿，早上起来还得去拉菜，又当爹又当妈，那段日子给我苦坏了。怎么办呢？也得撑着呀。
咱不是为了孩子吗？孩子是咱们的命啊，是不是？我那时候就发誓了，一定不让我闺女吃苦，我要让我闺女过好日子。所以你现在心情我能明白，再试试吧，有时间跟孩子好好解释解释。桑岩是个好孩子，懂道理啊。桑岩，这些年你妈妈是不是老打你？嗯，咱们不回去了，就跟奶奶住在这儿。等你爷爷讲完学，咱们就走，咱们再也不见那个恶女人了啊！当年都怪奶奶，就不应该把你交给她，让你受了这么多的罪。爷爷回来了。伯母，哎，桑岩，裴淑玲，我们已经给过你一次机会了，现在是桑岩不愿意跟你走。是伯母，我来给桑岩送点衣服。桑岩，你走的匆匆忙忙的，妈给你拿了几件衣服，来，拿着。你走啊！我没有你这样的妈。听见了吧？现在是桑岩不认你。走吧。
我了，背我了，你不是我爸，背我了，你不是我爸。我爸爸在一块儿时没人照顾我，你是爸爸。烧了，干什么呢你？不用上班了，这他妈你吓死我！你将来呀、啊，要成一个文化人。请进，学长，你找我，请坐吧，罗老师。陆老师，上午桑岩的爷爷找来了，跟我们说了一些情况。据他说，桑岩已经厌恶上学了。学校本来不想管这种事情，但是你也知道。桑岩的爷爷是咱们市里请来讲学的教授，影响很大。其实，学校也只是暂时的安排。
现在就你理我了。知道你们班同学为什么都不理你吗？因为你逼走了陆老师。那是我爷爷干的，跟我没关系。你不该这样对他们。你懂什么呀？什么都不明白。当初我爸带我在劳改农场外边等了他5年，可他一出来就不理我们了。我爸爸也是因为他才死的。跟我发过誓，说他一辈子都不会再找别人。可现在他后悔了，他忘了我爸爸。你说我做的过分了，我做的还不够，我要让他知道，他让他永远都不会再认他。江头这老王，嘿，愣跟我说没有。你猜怎么着？我一提，我说是炮哥要的，愣给我搬出2箱出来。啊，那他肯定给。我想好了，以后再进菜，我就说是炮哥要的，没人不给。哎，闺女来了。爸。哎，金姐，放学了。嗯。哎，看见桑岩了没有啊？嗯。他去上学了。再生气也不能耽误上学。可是，英姐，阿姨，英姐，看见我们家桑岩了。嗯，阿姨，陆老师不带桑岩他们班了。为什么呀？听说桑岩爷爷去找校长，把陆老师调到器材室了。大宝，帮我看望他。陆老师，你怎么找到这儿来了？我和儿子都对不住您。别这样说，因为我们家的事儿，让你儿子这么恨你，我心里也不好受。三爷回家了吗？没有，住到他爷爷奶奶那儿了。我才知道，三爷的爷爷是大学教授。还挺有名的，陆老师，我去找校长去说，不能因为这件事情影响到您的前途。你别去，你千万别去啊！其实，我在这干的挺好的。
谁呀？闹猫呢你？大半夜敲什么敲？讨厌！有什么吵啊？兰姐，你怎么出来了？装的跟没事人似的吧？真不要脸！你帮老娘们不好好卖菜，嚼什么舌根呢？哎呀，南哥，你不知道。我不知道什么呀？经常到咱们这儿买菜的陆金生，还老师呢，夜里啊往家里招女人。胡说八道，陆老师是这种人吗？那怎么就不是这种人呢？这里的事儿你不清楚，他不正常。有什么不正常的呀？老话说得好，可怜天下父母心，老师要对我们家冰姐好，我也献殷勤。有劲儿多卖菜，嚼舌根的能挣钱的，卖菜去，卖菜去，卖菜去。我凉快凉快。别跟他们胡说，千万别生气。身体要是不舒服就回去吧，我给你看点儿。大宝，谢谢你。走吧，回去好好歇着。卖土豆。桑岩，是桑岩回来了吗？妈，是我。你歇着吧，出来干嘛呀？灵儿，这孩子真的不回家了？他爷爷奶奶来了，接他过去住两天。你还蒙我？你呀，天天跟孩子斗什么气呀？你就不想让桑岩在我眼前待着，盼着我早死？妈，您这说哪儿的话呀？您这是，我接他了，他不回来呀。桑岩这孩子多懂事啊，又给我捶腰，又给我梳头的，都是你不好。去把他给我找回来。妈，就说姥姥想他了。不。你快去呀！行了，我去。真让我着急。姥姥想让你回家一趟。怎么跟你说话呢？桑岩，我妈死了。你说什么？桑岩，李阿姨，没事，文静，你回家吧。
涛哥啊。没看出来呀，长出息了。阿胖啊，看这小子有什么变化？没什么变化呀，人家都是长出息了夫人嘛，你着什么急啊？是吧，我可没招您吧？你是没招我，翅膀硬了是不是？敢抢你妈了？桑岩，叔找你想跟你聊聊。从小到大，你可不是这么不懂事的孩子。现在你妈在家急得要死，赶紧回去看你妈去。叔您甭管了，不想见她。那是你亲妈。我没妈。你再说一遍，这没良心的话能从你嘴里说出来？我就是没妈。你这混小子，原来是一只白眼狼。从小到大，你妈为你着多急，你知道吗？天还没亮，把你装菜筐子里，往菜市场拉，你知道吗？为了你，你妈跟我吵多少次架，你总知道吧？听我的话，现在回家，进门跟你妈认错。不去。你去不去？不去。我再问一遍，你去不去？我不去。阿爸，哎，滚！哎，干嘛呀？哎，滚了。别争了！救命啊！吓嚷什么你？欺负你妈？我就不信我治不了你！我今儿替你妈好好管管你！救命啊！放开我！你还嚷？还嚷？还嚷？哎呀！不许嚷！你再放我就把你扔下去！放开！放开！给你捆回来了！放！干什么呀你们？别给他解开！别给他解开！你儿子属狗的，他咬人！哎呀！咬你！该咬你！你凭什么捆着他呀？虐待他吗？他老气你，我替你管儿子呀！我又让你教育了，我又让你教育了。你这人怎么这样啊？我怎么了？这我以后不用你管。我那叫虐待他吗？你这人可真是，帮你管儿子，惹出一身骚来了都。以后你这事儿不用你管。谁爱管呢？儿子，走。滚！怎么气你都是你宝贝儿啊！拿拿他的宝贝儿哄着。够那耗子多管闲事儿你。哎。爸，给我来一口，我给扇来。你小屁孩喝什么酒呀？等你大点再说。桑爷啊，今晚别回去了，听姥姥话。姥姥，我得回去。跟姥姥一块儿睡，不理你妈。一会儿我爷爷就派车来接我了，我得回去了。哎呀，奶奶。你干嘛呀？热泪老往冷屁股上贴，真够贱的。哎，你骂谁呢？你敢骂姥姥你？我骂他又没骂你，你眼睛干嘛瞪得跟牛眼睛似的？干什么？你干嘛在我们家耍横？找那教授爷爷去？说什么呢？啊？裴淑玲，我早就跟你说过，你养了一狼崽子，养不出来。再说一遍，哎，三爷，三爷，哼，瞧那出息样，给我坐过来。哎，三爷，三爷，你干什么呀？你三爷，放开我！我不送，就不送，你闹够了没有啊？折腾什么呀你？放开我！我不放，咱给我回家呀，回家吧。爸爸，爸爸，三爷，我是你妈。多年了，你就是个狼崽子，我用我的心我也把你养过来了啊！我告诉你，你想你爸我知道，可是你要记住，你爸活着的话，你爸活着的话，你这么对妈，他是不可能答应的，你知道吗？不会的，爸爸恨你。可是爹。
天底下最好的爸爸，他教我学会忍耐，让我天天想着你，想着等你出来一家人好好过日子。他从来都没说过你坏话，我长大了就想像他那样，可就是因为你，爸爸没了。不是因为我，不是因为我，真的不是，真的不是，你听妈说，就是因为你，不是这样，不是的，就是因为你，就是因为你，是你抛弃了我和我爸爸，我恨你，我恨你，我恨你。收拾东西啊，收拾完咱们回家去啊。陆老师，我来跟您一起接大姐回家。你不怕他们？大姐，咱们回家了。陆老师，陆老师，您赶快回学校吧，这儿有我呢。你不怕别人说你闲话？陆老师，您是文化人，道理懂得比我多。您说，人要是怕人说闲话，那活着多累呀！哎，对了，三英怎么样了？闹到这种地步，他也不可能回来了。陆老师，您跟我说实话，桑延跟他爷爷奶奶在一起，是不是会比跟我在一起要有出息啊？随他去吧。反正走到天涯海角，他也是我儿子。那我回学校了。嗯，家里的事麻烦您了。哎，陆老师，您的包。拜托了。